宝岛进香团这次来到抓宝可梦的热门地新竹南寮的海边，但志工们不是来抓宝，而是真实来到沙滩看看有什么宝。捡到一些很奇怪的垃圾，像 我有捡到牙刷，针头有洗碗巾，他捡到拖鞋。拨开沙子堆在里头的垃圾，什么都有，能带走的志工是用力清除。我在拔绳子，可是我觉得他拔不太起来。快十个人吧，八九个人一起去挖一个鱼网，挖了快半个小时。志工们带走了不能够被大地腐蚀的塑胶用品，也把能够再利用的细心分类再回收。一个上午，人人都是两大袋，不虚此行。我也很想来，我期待了一年。宝岛金香团在网络发起清扫活动，响应热烈。他们是用行动真实来爱台湾。那后面的那个垃圾站真的是今年最大的成就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岳建维、邱如莲，新竹报道。